给老屋买希望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去六百，你们去买乐透彩啊？谁说？你去买。阿威，这个如果没有刮中，你要怎么办？那因为你这张根本就还是认真上班吧。要先看看你们的收字状况。好，指纹是谁的指纹？对啊，有一个人的指纹吧。哎，我们有规定财务长是谁吗？指纹错误哎，就错误啊，指纹错误。最能管钱的应该是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是最会花钱。哎，我也是最会花钱的哦。哎，喊太多次他会哇，他会锁定的哇，他会锁起来啊。我生日，对，我生日，我知道7月。哎，最后一天的倒数第二天。Yes。那我们打7月30看看，0730，0730，米景之剑。哦。里面有一个那个哎，有一张卡片，收支卡吗？拿出来瞧瞧，拿出来瞧瞧。老屋收支状况，牙医话付10000。我这10000就是我们去参加一个所谓的任务，就是有一个师傅，他做的东西我们要做的一模一样，做的一模一样，对，答错做错就是扣10000，结果我只是少撒了黑胡椒就被扣10000。黑胡椒太贵了，黑胡椒太贵了，我傻眼了。还有他不行，原来是什么事？因为你少了胡椒，我现在马上再帮你补。来不及了，10000块的学费了。跟我讲黑胡椒什么牌子？那因为我们没想到你怎么可以12000，我赚的，从家里拿来的。不是，刚刚我也是，他们出了一个任务给我，他叫我拿铁锅打乒乓球，就是先打一下再反一下，我打了12下，没图没证，不错啦。下一天给老屋买希望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去六百，你们去买乐透彩啊？谁说？你去买。我去家乐福的时候结账完，发现旁边有一个乐透彩券行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刮刮乐，然后再买了一个精彩53。不是这样看过来就你衰微的，花600块买的希望，头奖有500万的，是不是？现在刮刮乐吗？现在还是？等一下再刮。好了，刮先刮，我看看。刮了，我希望可以刮中30000呐。不妙哦，阿威，这个如果没有刮中，你要怎么办？他在问你话，就是表示大家还是务实一点，认真工作。是叫我们不要有这种，因为你这张根本就全共估啊，真的哦，还是认真上班吧。没有，你改名了，什么？阿龟。